是一个小木瓜。你想刚刚是公布 bug 哦，有那种 bug 哦，我看不太懂，那什么意思？谢谢追水。放哪里好嘞？谢谢追水。R20也不一定是玩具啊。有的 R20 也很强。看到等级高的就是要带一点技能，那怎么修好慢？最高级之后什么？不一定吧，看看那个技能的稀有度。两个人哦，连续爆。这个他不会翻，也不会翻那个凹洞，不会放木板，瞬间七只全部弄，bug 怎么弄啊？所以才会有人前面就50是用 bug 维修稿。靠，直接解开我的那家子，你屌！算你厉害，但是我已经看到足迹了。
让你去修，看你会不会挣脱，让你去弄他。方木板。靠，你要下去哦，不是吧？好可爱哦。小木瓜，靠，我知道他在哪了。被卖了，他被卖了，太好笑了，小木瓜卖人呢，小木瓜嘞，哎，哇，小木瓜跑了，太好笑了吧！
我刚刚看到那个小木瓜开着柜子，惊恐了一下，就知道里面有多一个。我在楼上，我听到男的在惨叫。小木瓜，哈哈哈哈。小木瓜会不会救他还人情？来考验人性的时刻到了。魔物语别乱打广告啊，那样不太好啊，到时候被人家 ban 了。救他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！你要卖人家，你就要救人家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哇，他放弃了，他放弃治疗了。小木瓜，你看看你。听到地道的声音呢。就这里哦，不是没有开，因为他们烧修一台。小木瓜没办法，我本来想要给那个一个新手傻逼，结果你们烧修一台，看你要不要修啊？哇，你还踩到。修啊！修啊！呀！如果你再不修，我就要挂你哦！给你机会。选择的，怪我了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。这个人会不会被我破坏游戏体验？之后就不玩这游戏了。妈的，粪干！啊！